其人也。故苻坚欲图进，而王猛以为不可，谓谢安、桓冲将左之望是存进者耳人而已。一时名相如赵鼎、张俊，名将如岳飞、韩世忠，此今人所惮也。近时刘拱可用则早死，张氏可用则举死，万一有缓急，不知可以督诸军者何人，可以当一面者何人，而今人之所素惮者又何人，而或者为人之有才，用而后见。臣闻之，即曰：苟有车必见其事，苟有言必闻其声。今曰有其人而为，闻其可将可相，是有车而无事，有言而无声也。且夫用而后见，非临之以大安危，视之以大胜负，则莫见其用也。平居无以知其人，必待大安危、大胜负而后见焉。臣是信矣，万一败事，悔何及耶？昔者谢玄之北御苻坚，而西超之其必胜，桓温之西伐李氏，而刘谭之其必取。盖玄与吕基之间无不当其任，温于蒲伯不必得则不为，二子于平居无事之日，盖必有以察其小儿，后信其大也，岂必待用而后见哉？